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们是 Dream Machines。 哦，这次在这个916的这个表演上，我们将会呈现很不一样的表演。哦，因为看我们的表演呢，大家都知道支持着我们的，我们一路来这20多年来都是玩属于 Dream Machine 自己的歌曲啊。可是这一次呢，我们会把我们的歌曲当然也是会玩啊，但是我们都会呈现出在每一个年龄阶段啊，在70、80、90甚至是00后的歌曲，我们都会一首一首带出来啊。当然演唱的更不得了哈，是现在才10多岁的小妹妹，长得又漂亮又活泼，歌声又甜美啊。当然这次有我们的接班人出来了之后啊，我们就把任务交给他们，期待他们不一样的表演。哦，讲到这个中秋节的到来哈，以往呢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过得都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太平了。每次到了中秋节，我们都能够与我们的家人在公园啊，与朋友们聚一聚，喝喝茶啊，赏月、吃月饼啊，比比谁的灯笼来得比较漂亮啊。可是，在这了两年呢、啊，这疫情日渐的严重之下，当然啊，我们也最好保持着 SOP， 最主要我们能够健健康康啊活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哪怕只要我们这几年我们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相聚的日子还是很长的。好，在这里我们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健康啊。因为同学们在学嘛，因为我家境我就比较差的家境，我当然我付不了这个学费，我不能到外面。也感谢我的中学的几个好朋友啊，他们愿意把吉他借给我摸，借给我摸了之后，我更加的深入去了解到吉他，我更加肯定它是我要的东西，所以才敢啊去筹钱去买属于自己的第一把吉他。我们 Dream Machine 的第一天开始的就我们的鼓手跟 Bass 手咯啊，就是 Sky 鼓手啊 ，Bass 手啊，天平啊，我们就啊到今天咯，大家在一起22年咯啊。然后另外就是我那吉他手弟弟啊，弟弟跟着我们也是将近12年了，之后就觉得大家都蛮契合啦，真的。因为我们组 Band 我们很担心是怎么找到的啊，过往的经验啦。可能吉他手很厉害，鼓手很厉害，贝手哇很厉害，可是就相处方面其实比找老婆还要难。认为性格还是第一啊，大家合得来，这个感情比较注重的是在这里啊。所以呢相处到今天吉他了之后，就爱上了吉他了。就他反正简单的不是这种啊 full band 了，可能就是几把吉他这样弹弹唱唱这类型的小团。通常我们那个时候，当然如果讲到玩 band 的话啊，还是 beyond 的啊，还有就是说一些那啊80年代才开始的这些啊台湾的民谣歌曲啊。我们说到这个年纪了啊，我们当然现在这几年也开始栽培了一批啊小朋友啊，这批小朋友都蛮有才华的了。我们就说希望是把我们这从小到这中年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学习到的经验啊分享出去，没有保留的，不要给他们烧走我们年轻走过的这些冤枉路啊。当然在我们手上的这些小孩子的蛮有天分的，唱的很会唱，乐器的也很强都有啊，这些是我们蛮欣慰了，看到有这么大的成长，这些小孩子您这么好，就是说可以跟我的人跟心啊合意咯啊，那时候就爱上了，就不放手到今天了啊，每天都要玩吉他。如果我可能啊 ，keyboard 如果没有人玩，我就来顶；如果有人顶 keyboard， 我可能就玩一下木吉他。或者我近期啦，我们的创作的方向比较偏向啊，有沙捞越原住民的，所以我就会再玩沙贝。哎，大家好，我是 Dream Machine 的鼓手。Dream Machine， 我在 Dream Machine 里面都已经是差不多22年了，算是成立22年，也是从我们班人马的3个人之前呢，也是曾经有7个、8个成员，然后慢慢的，因为现在也变回来就是这样3个人原班人马了。所以说我们也是从很多音乐的音乐不同的音乐风格再演变回来，从以前的pop song 到 metal rock 啊，还有
因地啊啊，到我们现在的那种比较有啊流行啊，比较讲讲是流行歌曲啊，有参差的一点本地的文化乐器啊，像扇贝，还有中华的啊华乐啊穿插在里面。到现在我们累计了也是二十几年的经验，还有我们的精神，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精神一些传达下去，下一代，啊，就像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Baby Dream Machine 来展演我们的精神。The Dream Machine 的阿平。啊，其实我在 Dream Machine 里面是担任一个乐手的。啊，认识阿豪之前，到底他很像一个很大牌的一个家伙，我都很怕他。可以说他整个房所里面，看起来很像很有自信的一个创作人。我们每个团员看见你这位这个音乐人形象太特殊了。盖的时候呢，是慢阿豪有两年，我是在中期的时候进去的，在中间的时期进去。Hi, nama saya Fairul Samsudin atau dikenal Didi. Umur saya 35 tahun. Saya sebagai gitaris dalam Dream Machine. Saya join dalam band ini dalam dekat 12 tahun. Sebelum join dalam Dream Machine ni pun kami orang sudah kenal sebagai kawan rapat. And then cabaran bagi saya dalam band ni adalah sebab saya seorang Melayu dalam band ni, jadi banyak prepare untuk dengar lagu Chinese, jadi banyak buang sikit masa lah untuk practice lagu Chinese, juga dengar balik lagu Chinese. And then salah satu favorite band Chinese saya adalah Beyond. And sebelum tu saya akan nyanyikan sebuah lagu Beyond untuk anda, lagu yang bertajuk Amani. Okay, 1, 2, and 3. Amani, Naku penda Wiwi. Alright, thank you. Stay safe, jaga SOP. Peace, yo. Oh.